各位观众，邓丽君小姐一直是一位成功的艺人，也是一位值得怀念的歌星。由于今年我们的特别节目，邓丽君小姐人在新加坡参加一个国际性的演唱会，所以她无法回国参加我们的节目。不过台视特别远去新加坡为您录制了一段邓丽君的专辑，在我们节目里分段播出。各位观众，牛年欢喜年，大家过好年，独家提供邓丽君。今年是牛年，据说牛年呢会带给全世界的人民好运到。在这里虽然我无法回国向大家拜年，但是呢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最重要的就是身体健康。只要我一看到丽君妹妹，我最担心的就是她的婚姻问题。不是现在，我的担心是发源于电视界。几天了？回来几天了？回来几天？为什么今天才来上电视？我欠你的。不是，我不是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因为我们电视界的观众太久没看到你了，所以他们对等你并不是很有耐心。希望你以后只要回来，早一点来上。可以。这次回来有没有什么佳音呢？还没过圣诞节，报什么佳音啊？我是说，有关你的这个终身大事，有没有什么好的消息？我知道每一位朋友都很关心我的终身大事。不过这是姻缘呢，可遇不可求的，而且也急不得。其实我心里比你们都还急。不过我希望你不要摆太久。因为西方有一位大文豪，不记得叫什么名字，他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他老是数着天上的星星，有一天掉进了阴沟。你知道是谁说的？你对西方文学很有研究。谁说的？孔子。不知道就说不知道，不要冒充知道。你知道？当然我知道。谁说的？杨丽花。说真格的，就是这次你回来，我感觉到你和以前不一样了。这个穿着打扮，尤其是发型，发型变了很多啊。发型不错啊。长了。真发假发？假发。林峰，我发觉你的头啊比上一次亮了。真皮？假皮啊？什么？当然真皮了。真皮怎么没头皮呢？